他在练习弹钢琴，请坐。他坐地铁去上班。我念小学五年级，湖边有一条小船，请跟我来。这双鞋的鞋跟很高。 一人说一句，这个英文句子是什么意思？我已经吃够了。谢谢您的帮助。铁塔是巴黎有名的地标，前面路口往右走。他们在考试。这是我的机票。 雨停了，他的车停在路边，港口上停了很多船。这是我的简历。这些房子的结构很简单。他在按门铃，请告诉我电话号码。浴室很干净。 你有1米高了，米是一种主食。现在是9:01，我害怕。6号超过了所有的选手，这件事情很奇怪，这里出了点差错。 他们的外表有什么差别？洛杉矶位于加州，锅里冒着蒸汽。我赚了一笔钱。桌上有一支笔。他的脸脏了。他们在唱歌。请给我一张纸。 这家商店在打折。他在书店里看书。马跑得真快。下大雨了。这里的树木很多。他靠这些钱生活。他把头靠在女朋友的肩上。 医生在给我打预防针。今天的天气很冷。这本书很旧。人类在陆地上生活。最近怎么样啊？这里是哪里啊？街上没有人。我住在2楼。 我们需要互相帮助。我们开车去旅行。我们毕业了。我的新家装修完毕。她穿着一条红裙子。孩子们在玩玩具。妈妈和孩子们一起玩。我喜欢吃肉。 他在练毛笔字。牧场里养了很多牛。这家旅馆很便宜。我去英国大使馆办签证。这条鱼真大。他们结婚了。他们的婚姻很美满。都怪你。 这个人有点怪。大家坐在桌子旁边。您贵姓？我懂了。他用右手拿餐刀。这里的环境很宜人。这座城市很适宜居住。
我买了一杯咖啡。这几个茶杯很漂亮。我很想念你。房子的周围是一片草地。中国古代周朝比秦朝早几百年。头发干了。我了解他。他把邮件交给我。可以和你交个朋友吗？他去收银台付钱。军人服从命令。我在这所小学任教。超市里的食品可以任顾客挑选。他企图偷车。鸟飞得很低。美军占领了这里。同意这个方案的人还是占了大多数。他不知如何解决难题。可以使用自动售票机买车票。你看这个例题。法官依据法律来审判。你们俩是什么关系？士兵保卫国家。他在修理空调机。